球鱼，然后是今年的总招，然后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CosCover 是什么。就按照剧里面的传统，我们用三个词来介绍 CosCover， 就是开源、大外卖以及入客即可参加。然后我们今年是办在台科大，然后7月30到31就是七月底的时候哦。然后这边就是想要就是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入过即可参加，就是完全免费的活动，所以可能需要一些就是大家小额赞助来支持我们的活动。那就花个30秒时间，希望大家可以扫一下 QR code。然后我们今年个人赞助会有就是惊喜大礼包，预计应该会是防疫相关的物品这样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电子报部分，可以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第一手资讯。然后一样就是再过个几秒钟，就是给大家扫一下 QR code。然后其实后面就没有了，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。